我们看这一题，他问说下列何者是合金啊？什么是合金呢？就是金属的混合物了。哦 ，A， 水银的话它是纯物质。好，再我们看那个 B， 黄金也是纯物质了，就是金呐、啊，哦，这 AU 呢是金呐、啊，所以这也不是。好，再来 C， 黄铜的话这个就是混合物了，它是吧？它是铜锌的混合物，铜哈、哦。它、啊、跟你那个锌的混合物了，所以这是合金啊、哦。再我们看这个硫磺的话就是硫了，哦，这也是纯物质，所以合金的话呢，应该是选 C 了。